大家好，下面我们来介绍开的基本的概念。两脚脚尖向外转90度，让你的膝关节也要向外打开，打开你的髋部。注意脚尖要平铺脚趾，然后注意开呢是芭蕾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特征。通过这个开的这个动作，可以让我们的髋关节的活动范围更大，然后让我们的髋部的灵活性也更好。那么通过这个开的动作，再配合头、胸、手臂的伸展，让我们的舞姿更加优美，更加舒展。所以记得芭蕾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开。